钟庆后先生呢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他比我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创业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差不多，方向不一样，他是做饮料，我们是做从事农业，但是呢有很多的是一样的。首先我认为啊，钟庆后身上看到老一代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他的企业家精神，这个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什么呢？勤奋、拼搏、不甘、不怕输啊，和努力、节俭和以身作则、担当。我觉得在钟庆后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浓烈的家国情怀，这些企业家都经过了这个比较苦的日子，他经过了苦难以后更珍惜。另外呢，对回馈社会也比较努力，做了不少的公益事业。他的这种企业家精神，他的朴实，他的勤奋，在我们好多这个老一代的企业家身上都能体现。